Let's go。最强配乐加入到第三集，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好好的跟配乐做个互动。譬如说音乐下，现在这个音乐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比较放松，比较不需要那么的拘谨。然后我甚至希望说这个音乐它必须搭配着我的动作，而且我会希望这个音乐能够跟着我一起思考，然后随着我的话慢慢的流动，慢慢的流动，一直到我想要讲重点的时候，它就必须让我说话。这就是配乐。